齐瑞安的忠诚仆人，你也是来送死的吗？这只是第一个倒下的神殿，很快的，整个生灵堡就会烧成灰烬。现在没有目标，黄骨撕碎你！有东西，要传染！没有目标，
在没有目标。四灵法师，来啊！我要为山尼寇斯报仇。你这么想加入你手下的行列，你引以为傲的勇气会毁了你自己。神殿化成废墟，同胞惨遭屠杀，你彻底输了。邪恶的怪物，现在没有目标。我飞行，那么我一定会好好回报你。愚蠢的楷模，你是无法阻止我们的。无所谓，我有无穷无尽的手下。士兵再次起身奋战，乌鸦会把你变成飞灰。起身奋战。
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战火持续延烧，直到消灭空中的入侵者前，我们都不能停歇。我在这里率领作战，我的仕途会带你去王城，我们要阻止这个暴信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肉，尸体数量够了，准备攻击下一座神殿。再等一下下就好，我的新作品要用的材料终于到了。我离得太远了。需要加工一下。
需要目标。现在没有目标。魔血，取下肢体时尽量不要伤到他们。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像另一只那样失败了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我已经逃出范围。我要重建这两只了，看来还是得要我急。我等不及要用你的石料缝死你。我要把你的零件保存起来。蠢蛋，我是你的创造者啊。我离得太远了。我要把你的零件保存起来。蠢蛋，我是你的创造者。
国之场风暴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，没人能躲过这场风暴。收工你了，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没人能躲过这场风暴。现在没有目标，我收工你了。没人能躲过这场风暴。收工你了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，我离得太近了。是。